风云的用户大家好，我们又来到行云讲堂。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全球首款的稳定器4200，它的一些使用的一些模式切换跟一些使用的一些技巧。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它的三种模式，首先呢是这个跟随模式啊，半锁定模式跟全锁定模式。好，我们首先开机，它开机默认的呢就是跟随模式。跟随模式也就是说，在我们身体产生一些动作的时候，它会跟随我们身体的这种动作去改变拍摄方向。比如说我们现在它只是在一个小范围内去保持稳定，当我们向上超过一定角度的时候，它就会变成仰拍、俯拍啊、转向、左转、右转啊、这个俯仰，这都是可以来通过我们身体的这种改变去控制方向。然后呢，在电池的下方还有一个黑色的小按钮，我们连续摁两下，它就会变成半锁定模式。半锁定模式呢，它是在刚才基础上，它又锁定了一个俯仰轴向，也就是我们在如何动作这个俯仰的时候，它都是始终是保持一个水平角度。而我们的这个，而我们左右方向还可以通过身体的转动去控制角度。第三种呢是全锁定模式，也就是连续摁三下。这样无论我们是在做俯仰动作还是旋转动作的时候，它始终是保持一个水平状态。如果我们在一些特定的环境下，可能经过这种磁场跟温度的一些影响呢，产生一些水平的偏差，我们需要通过这个校准来实现这样的一个重新校正。我们首先把相机的每个轴向把它扶平，然后连续摁模式键四下。在这个期间呢，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相机的水平跟每个轴向都把它扶到一个正位。刚才我们滴滴的声音响完之后，我们还按照原来的这种方向跟水平不动，再连续摁五下。好，还是等它响完之后，现在我们的整个校准的一个过程就已经完结，就可以来正常拍摄。好，欢迎收看我们本期的行云讲堂，以后我们会有更多的精彩视频跟大家来分享，欢迎继续关注，谢谢。